去到呢个去积宝嘅路途上边一个钟头嘅车之后咧。想要一个全章，好多嘢买。有啲印章，有啲装饰品，仲有啲好特别嘅生果，切开嚟卖嘅。喺个马路，无缘无故咧都可以有只咁嘅野猪出现嘅，周围搵嘢食，又冇人理佢噶，佢又继续咁周围行嘅。除了大豬還有小豬跟著，
道，转咗条电线，我哋啲车停晒喺度，不过啲牛可以过，好型喎啲牛。呢啲冚唪唥各有七颜色，每人有一个人照顾嘅呢只牛都算几好嘢。电线打横喺街道，嗱，而家呢架车够胆过啦，哎呀，紧紧闪过咗，掂咗。就喺呢条电线啦，而家我哋就避咗呢条电线，啱啱过咗，哎呀，过到中间，继续掂咗，就系呢条电线啦，哎呀，好粗噶，就系有非常大问题嘅夹嘅问题，系周围飞，飞得多得不得了，但系呢啲卖缩嗰啲咧，冇又冇白，成个呢度都系啊。在條馬路忽然間將一隻牛在我哋身邊閃過，只牛撞我部車，係啊，好彩你閃得快，撞中啦，撞中咗啊！呢度咧就係個攤開，好繁忙。從這裡就開始了那個。粉红色的那个城市，直到今天，如果有人在这边要那个盖房子，他一定要那个涂成那个红色的。好靚，而家做緊啲鞋，喺度油色嘅，上色好靚啊！Make six plates.
我喺下边先，然之后发。印度公仔，食国内嘅印度公仔。色跟腰，仲系唔系好神色？我去咗其他，只公咧都系象。啱啱有个落日，系后面个太阳。后面好远嗰度山上边又有啲皇宫，又有啲堡垒。原来呢度咧好多好多王嘅。啊，原来呢度好兴放纸鹞嘅，成个天都系纸鹞啊！小朋友个玩意多到不得了，系真系时光倒流40年啊！戒纸鹞啱晒。又有白鴿，又有烏鴉，又有紫鷺，係扮鷺啊！原來仲興扮鷺，哎呀，呢班細路仔犀利啦，係揾條竹嚟扮鷺，扮到啦，係想當年又係咁扮鷺，起飛陀。呢個城市成屋都係馬騮嘅，周圍咁啊，忽然間咧屋企就出現㗎啦。下邊呢度就係商場嚟㗎啦，對面就係風之宮。有好多個窗口嘅，當年咧嗰啲妃嬪啊、啲宮女啊，就喺呢度咧，係喺街度睇啲男人。一個個窗口，一共有900多個窗口。呢個街道啦。積寶咧就比求嗰個阿伽嗰度咧係繁盛好多啊！琴晚咧呢度咧就企滿曬白鴿，叮叮格楞，嚇到老婆咧以為有乜事。